先恭喜周海今天在比赛当中取得了出色的战绩。其实连续这几天呢，也打了很多的这种硬仗，特别是昨天和楚钦的比赛当中呢，明显感觉到，就是上旋球的相持还是不落下风的，而且在接发球的处理还是很好。您觉得自己在准备这些比赛，或者在比赛当中赢在什么地方？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场地吧，这场地它有点高原，然后反正双方都上来，因为刚开始打两天嘛，都不太适应嘛，然后这样的话就给了我们很多的有些机会吧，我觉得。然后自己觉得接发球其实昨天那块接的也不是很好吧，最后自己还是做出一些改变嘛，然后最后能赢下来。反正就是一场，因为毕竟我是去拼他的球嘛，反正一场一场去拼嘛，对。目前上海队当中呢是樊振东坐镇球队的一半，而且还有新官，那看上去呢就是还得需要这种竞争上岗。那么怎么来看待就是目前上海队里的这种竞争呢？我觉得就挺好嘛，就多打打嘛，就真因为毕竟自己也挺久没比赛了嘛，然后就是能有这个机会给我们，就是让我就是多上场的话，自己也非常珍惜这机会。好，谢谢周凯。